以色列军警日前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的住宅，导致至少350人无家可归。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违法，要求国际介入调查。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向来对巴勒斯坦态度强硬，再加上9月将再次的举行大选，以巴之间互不相让，紧张的情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大型怪兽沉重无情地砸在建筑物上，一栋栋巴勒斯坦民众新建在约旦河西岸的公寓，就在一阵破坏中成了断垣残壁。在此修筑属于自己家园的梦想，也瞬间被敲成粉碎。العنصري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لي بنواجهها هنا وقاعدين هم أرحين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بهدوا في بنايات فيها ترخيص فيها كل إشي تمام. 为了这次的拆除行动，以色列当局动员了700名援警跟200名士兵，护送怪兽挖土机前往约旦河西岸的苏尔巴希尔，执行最高法院命令，拆除当地20多栋巴勒斯坦人的公寓。拆除作业前，以色列士兵趁着天还没亮，就强行进入巴勒斯坦民众家中，将居民带往屋外，双方爆发拉扯冲突，过程中有1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为了确保拆除行动能在1天内完成，以色列军方最终用爆破方式把建筑物彻底夷为平地。根据联合国统计，这次的拆除行动将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有20人无家可归，另外350人也会连带受到影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强调，遭拆除的公寓都是受到巴勒斯坦当局批准合法新建，以色列强制拆除，持续入侵巴人领土，扬言告上国际法庭，呼吁国际介入调查。حسب ما نص على ذلك القانون الإنساني الدولي والقانون الجنائي الدولي ونطالب العالم والمؤسسات الدولية والحقوقية بالتصدي له. 以巴领土纠纷一直是中东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以色列1967年透过中东战争夺取并占据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但从未受到国际社会承认。耶路撒冷不但是50多万以色列人和30万巴勒斯坦人的居住地，也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圣城，多年来纷争不断。以色列为了防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攻击，西元2000年开始在约旦河西岸新建高8公尺、长700公里的隔离围墙。2004年工程期间，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宣判以色列筑墙违法。同年的联合国大会也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执行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但遭到以色列拒绝。这次遭到拆除的巴勒斯坦人公寓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地区，但也位于隔离围墙属于以色列的一方，地理位置高度争议。经过1年的缠讼，以国最高法院6月判决，由于这批巴人住宅太过靠近隔离围墙，距离以国军方封锁区只有250公尺，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可能趁机发动攻击，因此以安全为由判决应该拆除。Israel respects minorities, but Israel also demands that everyone should respect the law. And the law is very clear when it comes to building. No one would accept that in any other city in the world. So why should it be accepted in Jerusalem? Why should people be allowed to build illegally and put in danger the security and lives of other people when in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not accepted? 在拆除进行前，欧盟官员亲自造访苏尔巴希尔当地，强调拆除行动严重伤害以巴和平，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而联合国也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遵守2004年的联合国决议。以色列今年上半年就已拆除63栋巴人住宅，比去年同期的37间大幅增加。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7月20号在位满4876天，正式超越以色列国父本古里扬，成为该国史上执政最久的实质领导人。纳坦雅胡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向来强硬，加上9月17号的大选压力，以及美国川普政府的力挺，纳坦雅胡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只会越来越硬。在以国大选前，以巴之间恐怕会爆发更多冲突。
记者纪元庆报道。